皮皮、皮小妹，好玩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，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。数字毛毛虫，在小卡片上画上不同长度的毛毛虫，用纸团来做毛毛虫的身体吧。看看不同的毛毛虫需要几个纸团呢？做好了再来装饰一下。叫上你的爸爸妈妈，跟皮皮和皮小妹一起玩吧。在小卡片上画上不同长度的毛毛虫，用纸团来做毛毛虫的身体吧。看看不同的毛毛虫需要几个纸团呢？做好了再来装饰一下。